慈济马来西亚分会及全马八个州属的慈济志工走访槟城及温省七个重灾区，挨家挨户为灾民送上祝福礼包及限制卡。我们是叫一人一善，爱洒人间。我们希望呢，虽然这是我们的一这个小小的一个心意，希望他们能够抚慰他们，减轻他们的负担，启发他们的善念。这个整个槟城、槟岛跟槟威呢，这次的爱洒呢，总共会发出估计7000多户到8000户这样。仁义会医师这次也加入行列中，为灾民看诊。水患发生以来，慈济人的爱一直都在。真的真的感谢伊有这个心来帮忙啊，真的欢喜，然后让。讲来诶，过啊，安尼两礼拜吼，拢够想着我人，佮讲来问我人一声，佮来关心我人，伊也真正感动。除了给予限制卡，慈济志工也朗诵正言上人的慰问信，带领灾民一同祈祷。May there be no suffering year after year。该讲感谢真侪，叫你免要到了来吓我，真欢喜，拢到了来大龙湾啦。感谢真侪，你好多 feel 到你吓。Long live 慈济啊！再次带着满满的爱而来，也看见灾区的笑容是越来越多。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